白白白星慧当妈妈之后，近期有主演的电影上映，又有许多相关代言，可说是全面复出。但今天却宣布近期将停止一切活动，回家带小孩。现在可能就是会先就是好好休息一阵子，对。真的为了小孩要回家？可能就是因为真的要好好的照顾小孩了，对，至少要半年吧，至少。当贤妻良母当初心得的白星慧，也细数着怎么帮老公保养，同时照顾小孩兼瘦身，真是满口妈妈经。秘诀就是自己带小孩。就是真的，因为我从之前就是买菜啊、煮菜啊、家务啊、带小孩啊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做，所以真的就是有累到，所以真的是瘦比较快。他很爱笑，是个很爱笑的小孩，对，就是人家讲俏兵哎。特别为老公保养。他不用保养都很好看。那你有帮他做护肤吗？像刚刚那个样子？偶尔会帮他按摩一下脸啦。女艺人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，还是要回归家庭。工作和事业哪个比较重要？端看她的价值取舍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